好的时刻。谢谢，那就已经上半年中文音乐了。我们有王先生。好好，媒体记者朋友们很高兴哦，所以我们要拍得清楚一点哦，大家下半年就可以预约登记了，所以可以密切关注我们文化部的消息，还有我们交通部台铁局的消息。